师父为大众慈悲开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今日讨论呢，在人体里面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的日月日月角，也代表我们的日，就像老下垂体的基数这是人类呢身为在每日正常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老下垂体的基数，以及我们的晚上放松的生活体褪黑激素。我们光凭从白天来看看自身假设我们都配合着大自然的这个光源，也就是太阳光的自然相对的，我们能够让自身里面熬合成我们所谓的 seven 脱氢胆固醇的一个前驱物质引导了。那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前驱物呢，只要我们是人，我们不管吃任何的食物呢，都一定要透过什么打开我们自身里面最好的通道了。那相对的这些神经传导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乙烯胆碱，也是代表随时能够呢积极在人间服务奉献，就像老二哲学的基本概念了。所以我们有这一份心念的话，我们的乙烯胆碱更加的平衡，更加的中道所以我们在调整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70%的心性之光的观念了。那30%，我们身为人，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积极奉献者？吃亏其实真正的就是最好的俚语，占便宜。其实我们懂得吃亏者是。平常看是吃亏，其实呢明中吃亏暗中补，代表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大自然呢不可思议的大力量了所以我们的基数，我们还是要透过每个人呢活着白天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融入在每个当下。那晚上我们一旦放松的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架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拉令褪黑激素。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太多的这个日间的这些灯光来照射就让我们自己呢肌底核神经呢常常分不清楚是晚上或白天所以我们了解到呢，这是我们今日所提起的第三日这个所谓的文明病，相对的就是极度的躁郁，极度的这个忧郁。所以躁郁跟忧郁就像我们的自律神经当中的交感跟副交感，其实它是平衡的，它并不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们一份宽广的心，一份呢清净的心，最重要就是无私的来奉献让我们所有的亲近家人都能够同证菩提所以我们现在的文明病一定要记得，因为你积极的奉献去付出，阳光空气水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影响我们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在快速动眼期，被快速动眼期当中让我们真正的刹那就可以放松了。那我们也看到呢，整个从这个环境荷尔蒙，还有从运动，还有饮食，以及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睡眠只要我们能够呢观念正确，随时保持喜乐的心无私的去奉献。那相对的，我们也是要有自己能够沉淀下来的时间，好好的去思维，最好的沉淀这个印证从北中南从欲界色界无色界，真正的最好的自然位就是无限的无私的去奉献我们懂得奉献服务他人，在这个生命的整个历史的记忆体当中，的确它会产生一个宽广的大能量我们透过量子力学了解到这个人体大藏经的殊胜，从人体当中，从维系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弱项作用力还有强项作用力，还有万有引力、重力等等，其实它都是在让我们身体启动跟大自然最合一的这些平衡的能量。相对的，越是平衡，我们就会感受到内在里面当中有一种真正的清净的心。所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有这份清净的心，终究呢其实佛光是普及的。你能够透过我们的无私的奉献，慢慢将我们
造成这些可怕的恐惧害怕的轮回放下来，好好的一心一意的了解到呢，这个世间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粗糙内质网，高尔基斯底滤报所投射出来的。只要我们看得懂，我们就能够将生命再次的能够创造生命的奇迹。也期盼今日呢，我们了解到核心的价值一定都是跟人类合的。那再来最重要是我们什么，一定要回到我们原来的老家，就是看破世间的所有幻象啊。再来呢，从看破了，我们就会懂得放下了啊。看破放下，自然我们就可以拥有含蕴娑婆世界的每个当下了啊。所以，我们感恩今日一样透过呢，在念佛的音频当中啊，还有我们最近呢都忙着这个用明佛寺的这个明峰佛寺的这个整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清净的功德都来回向给我们点灯的名单，以及所有的慎重追远扫墓当中的名单，甚至我们的白金家人长水众啊，还有我们的这些未来佛，能够突破现代的文明病，就是一定要什么了解世间是幻象的，那我们可以活着每个当下的清净喜悦，不管遇到任何的困境所投射出来的，我们先提起正面啊，提起正面，多听经，多闻法，常常回来啊，常常回到我们的永明佛寺或者明峰佛寺，都是自己的家。那这一世只剩下有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活到一百年啊，36500天呢、有的生命很短，尤其是最近的这些的不断的千变万化的这些细菌病毒啊，都是我们内在的恐惧害怕带来的。所以我们期盼呢，每个人都有一份呢真正的明亮光明磊落清净的心，一定记得要有无私，甚至愿意无私的积极去奉献呢、你们来这边所做的，不管任何的，纵使一个蹲下一个石头，或者是拜佛当中的一句佛号，甚至我们在服务在为佛事，其实真正都是在陪佛哦，真正的陪佛哦这个福田不可思议的啊！我们也期盼呢，这些的功德也让我们长水众今日在此地的每一个透过我们的这个工程法师哈，以及广弘法师，以及我们的这个广律法师、广弘法师，我们的这个圣慧圣燕圣吴，还有我们的圣光，以及我们的这个爱婷甚至我们线上的这个圣三还有我们俊明还有我们的那个静明还有我们的秀珠还有我们的月娇、正黄以及父亲，还有圣爱还有我们的圣南以及圣昭，还有圣宁，以及背后的这些的为中指，还有我们的静武静白我们的静梅我们的静荣广清法师以及李明，还有我们的愿成愿力以及在奉献的无私的不断的祭菜的这些甚至我们的秋明山爱海这个头部被树扎到的这些信灵们，以及所有的在明峰寺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前人种树让我们能够拥有，甚至永明佛寺的这些先驱者，所有的佛陀七众弟子都能够呢透过今日我们所用功的大回向，我们同声开口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终于了解到呢，人心的无私跟宽大，跟大自然的最高能量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白净常寂光是最合一的了。我们继续呢，透过我们的耳朵的真正的前庭神经的主力班啊，打开木骨而成舟，将我们内在里面的这个窦黄节的心脏能够不断的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之心了。我们也期盼呢，透过在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以及长随众背后的祖先啊，甚至我们的所有的法界众生啊，甚至白净家人长随众啊，未来佛当下成佛，能够将今日啊清净的法会跟晚课皆能够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感恩一切圆满，阿弥陀佛。